怎么样？哇，我很强哎。有了，我们一人一张，耶、yeah. ，这是一个约会的纪念。既然都是约会的话，嗯，有，这样这样才比较有那个感觉吧。确实啊，我真有像吗？有，有像。大家好，我是钟彤，今天来到西门这边，就是最新一集的妹子通啦。今天也找到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要进行这个约会任务，那我们就 Let's go。好，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，就是我们的赤鬼伯伯。你刚才讲不出来，不是？我希望让你自己介绍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大家好，我是赤鬼伯伯。然后平常是在 Twitch 开台，然后 YT 偶尔也会更新实况精华，或者是偶尔一些企划的影片这样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就在这个夏天的尾巴。来这边轻松一下。平常约会的时候会来西门这边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西门约会过了。就如果说是那种一对一的话，哦，因为我上次来西门是跟观众一起来唱歌，就类似那种台剧活动，就是很常在西门唱歌或者西门看电影这样。了解了解。既然都来到这边，我们还是天气太热，我们直接往我们的目的地里面，有冷气的地方，对对对，有冷气的地方必须的 ，Go。我还不同步90年代偶像。对，那不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因为对，因为他这个有开的是两点才开啊，那我们就还是先去喝个东西好了。他有开的只有那个美食街，还有那个有啦六楼那个陆浩行旅，还是直接 YouTube 电影馆七楼八楼。它六七八九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浴室是什么啊？三温，就那种三温暖桑拿那种。这里有三温暖。我觉得它的目的应该不是这么单纯。哦，可能进去有什么波浪巾之类的。哇，连懂哎、欸！高耀，高耀，你超懂的。不然我们还是先去找个东西喝好了， okay. 因为我相信赤鬼应该也是。长途跋涉应该也累了，这样子。我们长途跋涉，刚爬山倒海而来，充满意外的约会行程，非常的日常。不过我是真的很少在中午的时候来西门这边，我也好少在白天的时候。白天的时候出门，实况组怎么会在白天的时候出门呢？确实，我们是夜行动物，我们通常白天出门通常只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要出去工作。哦，不是。约会，然后这个电影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这个约会已经有危险。耶、yeah, ，那既然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，就要完成一件上次见面没有完成的事情，就是想其实那时候你可以拿给我的。对，我也在想，哎、欸，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要拿这本给你。耶、yeah, ，这本是我之前也不算之前，我现在最近推的。一本新的写真书，然后是讲 CK 女子图鉴，而且比较特别的是，就是这个名字当初算是参考了通哥的那个 IG 的，就是、IG, 哇，太荣幸了吧！因为通哥平常 IG 不是都会有个什么 CK 女子图鉴，然后就是转发别人的那个 CK 照，那时候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通哥这个好像很不错哎、欸，然后就算是感谢通哥给我灵感，太荣幸了，太荣幸了，因为这本的内容，我跟各位讲是真的非常不错的。对，所以就是当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你已经可以在赤鬼的通贩上面买到这个写真。那我个人在这边真的是诚心推荐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收集写真的人。哎，因为我当初就是做这本写真的时候，算是有点我自己平常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，然后很喜欢看 A 漫这样，所以我就是把一些我自己觉得色色的剧情，或是我。自己幻想觉得很不错的剧情，然后把它编排情境式的，对对，就是有点情境式的那种概念，嗯、就是算是这本写真书的一个主要架构、嗯。我觉得因为这么，因为会用心想情境的真的是比较少的，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巧思，我觉得蛮不错，真的。谢谢通哥。以这个来说，我觉得哎，情、欸、啊哈，很可爱吧？这个签名是有练多久？以前是 coser， 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哦，那个时候就会练一套那个签名出来、嗯就是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了好了。
耶、yeah! yeah! ！谢谢。你要搬到你要给我们看啊我想收藏起来啊！哎、欸，他真的这签的真的就是很有特色，真的。那我的那个是鬼头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。我刚刚就想问这是什么？你有觉得我本人看起来很清澈吗？我是没有啊，不是有。你觉得我应该不会懂那么多？应该也是还好，我觉得就是用健康的角度。没错，这个是一种讲话方式，只是如果这是用在男生身上的话，可能你会被告。我现在就随时就是等着进耳男监狱。你很棒，随便接我的话，然后等一下就那个警察就过来，然后把你接走这样。你平常讲话会就是？是真的会很避开吗？还是其实只是因为第一次？我觉得是做 YT 会让我不下意识去避开，因为 YT 就是它会有那个审查的机制，然后就是它对于一些关键字，它其实就会。然后我自己在写脚本的时候，就下意识避开那些东西。所以你平常讲话就也会特别避开一些比较。看跟谁讲话，我觉得如果今天是跟一个跟正妹说话的话，那我可能就下意识让我自己不要那么恶心。那如果是跟他们说话呢？刚我的总是痛，昨天又小心梦见以前的往事在我面前不断重演，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一步登天，只想待在没人在我的空间，因为爱比我成了主角，还好在那天我用了五倍，再也没人说我不配，因为用了五倍他才在我土味、yeah、你并不在五岁，因为用了五倍，上班不再独累，因为五倍 baby 你不在五岁，因为用了五倍，上班不再独累，因为五倍 baby手摇也放过钻，作息不正常，唯一清醒时间只在半夜，体重上升，连家人朋友都来关切，我当时不停止不停的浏览 AV 专业，还骂我开课别来质疑我的专业，论专业连你妈都会来叫我干爹，光明磊落打死脚没在怕你穿鞋，每月唱出你们爱的精选链接，你不在五岁，因为有了五倍，上班不再独立，因为五倍我自己是平常哦，逛这边，逛这一楼。嗯，我第一次逛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少买，就是动漫周边。我很喜欢看动漫，但我很少买周边、嗯。漫画有推，最近有推吗？最近推的吗？哎、欸，有一部我很推的，然后近期要动画化、嗯，那个《葬送福利点》。哦，这超厉害，那超厉害，那超厉害的，这超好看的，我觉得是非常治愈大家。他漫画我会看到哭哎、欸，漫画真的很疗愈、嗯，超实在的。哎、欸，今天听说有一个节目是不是？稍微比较节目像，嗯，对，我们这边会那个，我们一人会拿到各500块，嗯，然后要去帮对方挑一个小礼物，嗯，对，然后等一下就是我们就分开去买这个礼物。哎、欸，那我问一下，你平常的兴趣是？啊，看动漫。嗯，会看漫画吗？都看啊，都看。哦，会看动漫。我看蛮多的。好，那我稍微有一点点哦，好想法了。哦、OK， 控制在这里面是不是？对。那这样我要是没有跟你差不多，不就很尴尬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你只要是赤鬼送的礼物，我都喜欢。啊，然后就等一下又买了好几盒保险，他们。我是想要，就是我觉得要处理掉，就是那种可以摆在桌上那种小东西。我给你送完一个小东西之后，你还可以去我们地下街买一个小吃的给他吃。吃的不要吧，我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啊。好吧，我已经对啊，口味这种工作室特产，没没没，直接这样离开、欸。刚在里面再稍微认真逛了一下，但他的 A 漫超级少，然后。就是里面的那些 A 漫很多都我没看过，我没看过的话我就不敢乱推荐。等一下还有一个策略，就是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有一个我觉得蛮适合，就是怎么讲，
约会的时候算是买给对方，买给对方的礼物吗？反正等一下就知道了。Let's go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觉得要那个宝可梦的小桌上摆饰，还是要 Tomica 小汽车？这个我觉得就是 50-50 啊。我觉得宝可梦是没有人会讨厌，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喜欢到那种程度。那我觉得赢要冲，输要说，反正都拍摄，你就冲了吧，打什么安全牌？就是虽然我不能送你蓝宝坚尼，但是可以送你那个，啊、你要送个有梗的啊。好，读一下，读一下，好，读一下，读一下，读一下。是有些会有什么地雷式打扮 ，Sugar Daddy。哎，我想想，地雷会通会有什么适合送给啊？这附近有没有那种，就是那种什么拍贴机？哦，有，楼下好像就有，要到外面。那我们就去拍照片。哦，你换一个回忆。好好，哎、欸，这很不错、欸，很用心，很用心。嗯，这很不错吧？OK， 走。就决定是这个哈、哦。对，我都已经买了。难道我现在自己收下來？哎、欸，其实我自己超想要这个的，志在必得，志在必得。我已经虏获赤鬼的心了。那个刚赤鬼来电，他说有一个惊喜要给你，所以我们稍微更改一下地点。我去找他，这样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go go go。说不定他，说不定他买一套女仆装，然后原味送我这样子。就说不能买一次性用，没错没。啊，衣服不是，你又不穿。哦，对哦。嗨，怎么样？哇，我很强哎。然后我刚刚已经想好了礼物、嗯，就是想要跟你一起拍贴纸。就是一个不错吧，可以留一个就是纪念。这个蛮不错的，完了，我现在对吧？对吧？我现在觉得我像刚才塞，志在必得，志在必得。有了，我们一人一张，耶！就是一个约会的纪念，很有约会感吗？这个很赞，而且还是跟地雷妹。然后我要拿出我的那个。这个是，这是得加布的那个车子吗？我虽然没有很认真看过那部，但大概猜出来好像是得加布的车。哎，我猜对了，可以放在那个我后面的柜子上。周杰伦着用款，你有看过周杰伦那部《头屯之地》吗？没有。但我知道代沟。哇，子东喜欢这个礼物吗？是该怎么讲？因为这当然不用说，而且我觉得它刚好是在西门这边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切合地标的一个。是吗？不是，因为像拍贴这个啊，你一般来说你去其他地方可能不会。哦，因为西门比较像感觉就是对，就拍贴这种事情，感觉只会在西门做。但其实不只是地雷系，我就跟。男生单独拍贴，排除工作之外的第一次。哇、哦，他没有把这个当成工作。两个第一次。他没有把这个当。哎，感觉我今天这个打扮跟你现在这样，我好像应该要、嗯，既然都是约会的话，嗯，要。这样吧，这样才比较有那个感觉吧。确实啊，我天。快乐的约会终究是走到了尽头啊！没错，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真的，那赤鬼愿意给今天，满分10分好了，给今天的约会打一个分数这样子。哎，我真认真觉得今天的约会其实就是像是，就是拍贴加，还有我觉得玩那个恐怖游戏超级加分。哦，恐怖游戏有光那个有中，整体的氛围真的比较像是那种情侣约会，我觉得应该有8颗星。哇！
趴分。真的约会就是一定要有那种比较接，就是在黑黑的地方。哎，这样讲有点奇怪，就是在一个空间，然后就是一起玩游戏啊，就是、或者是去缩短彼此的距离。对对对，像拍贴机跟玩游戏，我觉得这都很棒。今天真的说真的有种让我很青春的感觉。哦，真的，因为真的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会去汤姆熊。汤姆熊，对，汤姆熊。如果再加一个那个 YouTube 电影院，那我觉得就是完全。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赤鬼可以让这个妹子通计划蓬荜生辉啊！真的是约会。对，这今天我说真的，现在我讲话有点结巴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哦超晕，各位超晕。对，那就希望之后还有那种私底下的行程，没有这些啊，没有这些闲杂人等，没有多余啦，就是多辛苦的人，因为你们出来太辛苦，对，因为你们太辛苦了。然后我希望下次只有我跟赤鬼这样子的行程就好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，嗯，太好了。那今天的妹子通计划到这边，非常感谢你们收看，我是总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